给空降。哦，终于有一个有。Calvin, up there!好，他跑去追那个飞机哦。Look up, right! 打电话过来叫我投资到他。他还是要去一姐。哦，你们那队满了是不是？他们一姐有一堆车了。然后你们那也满了。对，好，他这样倒着开，我什么都看不到啊！哎，后面有一台飞机夹着你们的、啊，夹着你们的飞机，这样怎样啊？他粘在你们旁边，靠！干嘛？抱我脸，赶紧抱！脸，赶紧抱！靠，在什么地方？八七耶！We have taken objective George。怎么会这样子？有狙击，我要去 C 了。怎么还没有人接近 C 啊？没有，我要接近 C 了。笑死！哇，杰特一个人在那边，好可怜。杰特死定了。啊，那台车干嘛又开回来啊？不是往 C 开，又开回来。哦，我在车里面。这样绕一绕，那敌人都已经在那边架好了。啊，我就在追马兵吼。追马兵干嘛？不用理他。We have taken objective butter。火焰兵哦。被打没血。哎，怎么掉在那边还会炸得到我？已经往前跑这么多了，火焰兵在后墙杀的太爽，就一直有人去那个窗口给人家狙啊。We have lost objective butter. Need spare ammo.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 好，自由活动。原地解散。我有没有加攻啊？攻下来了。Holding objective. We have lost objective Duff.We have taken objective Edward. 杰特为什么不进语音呢？我靠，屁啦，太扯了吧！We are losing objective Charlie. That's an enemy scout.我靠！算了，哎，We have lost objective George. 一眼那么快就被拉掉，好大手啦！他有一台坦克往西去。There's a good name for it.
坦克从中路切出来。To see it, a vehicle.We have lost objective Freddy. 这个车好烦哦，挡路门口。那就是这样。炸到后。敢在这种巷子里面开也是很。很小啊！为什么一出来就吃了两颗子弹？那坦克已经半血了，快围殴他！We have lost objective apples. 没爆啊！怎么还有马？坦克在哪里？坦克把它标出来。东西挡到。We have lost objective Charlie. 这是个奈佛。Someone. Grenade out! Watch it. Going good at me. Yeah. 哎呦，补回来了。那视野没有东西重生。31，在那个他往 B 点，C 点往 B 点中间。还靠他紧急维修。好狗。他瘫痪了，瘫痪了。瘫痪了。再插一发，快点！我没有弹药了。没弹药打他，靠！等下下车嘞。下车了。嘿嘿，偷到了，偷到了。个霸气。哎呦，真的可以紧急维修多级。难怪之前有把人打瘫之后马上可以动。原来是可以这样 ，ED 也没有很久啊，按三呢、啊。ED 蛮短的。We have lost objective George.啊！那边有一只二七的那只，自己走，他要改伤害，
小汉，你看老小汉那么奇怪，死马兵打的太难了，哪一句最难打我？你马兵被他打一枪就死。啊，虽然打到头也不会死，不会一枪死啊。对啊，我怎么就很奇怪，怎么会很奇怪？这是 H 开头的、啊。注意开马兵过去了，我看最后还是被秒杀。谢谢支持。We have lost objective Butter. 四点还没拉下。谢谢追锤哦。We have taken objective George.Objective Edward.别狙啊，杰特！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哎，他们是谁在用外挂？全部一起打，打出那个外挂的名称。另外一个人是用黑盔。
打那一只。看到重弹了，重弹低往低了。We have lost objective butter. Oh, 这么远，我来找你们玩。掉了，我死了吗？怎么多一个尸体？有什么？哇！后面怎么有坦克？现在要在这个区域坦克哦。我要去偷打中他，没伤害。中塔往那个地点来了。往哪里？机哦。好。我等下就过去了，在路上。拉 PD 了，哦，瘫了。哦，鸟兽散，鸟兽散。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 We have lost objective Duff. Where is there?跟对面的说谢谢他的坦克他点点点好超低的那个不要有人用那个三炮哦是走炮我没有人打他有人他走啊他打我发兵发兵发兵哈哈哈We have taken objective Mother. Objective Charlie. Charlie. 我十点突然通关掉啊！同步状态下不能交人。B 点有一台小小装甲。哦，是谁啊？杰特挡到我打那一只。靠背哦，我被那个外挂打一发身体就死了，他拿重机枪。We have taken objective Duff. We have lost objective George.We have lost objective Freddy.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George. 打他们了吗？再打一发。没东西，没人了。不要弹药。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 Capture the objective now.
have lost objective George. 不要忘了你的观察能力。这就掉，应该是我们的。We are losing objective Charlie. 他们开车在快攻了。他离掉了，他离掉了。他们有运兵车要运来西啊，We have lost objective Charlie. 我把那个快快车爆了。哇，两台车哎，怎么会拉这么快？我那个后向都支援。We have taken objective Freddy.I'm looking at a machine gun. 打到外挂了。有坦克了，有坦克了，在西点的后向。哇，有吗？干嘛？往西点走。我看到了，我要去了。在逃命，他在逃命，他往悬崖开、欸。他掉下去吗？你们掉下去？他不会开啊，他会开，这是死掉。哎呀，下次要抢，快抢！抢！我会打爆。We are losing objective Charlie. 我不太能讲话，你按三，快修啊！ We are winning.We have taken objective Garth. 你来，我们可以玩一个比较好玩的。他关车的时候，你看手机上。他们说对面有一个 HIDDEN 那一只，好像说狙击可以一枪秒杀那个骑兵。他们要全力拉低一点，因为他们不要把视野拉下来点。好多人从 B 往 C 啊！被狙击秒杀，所以他们在怀疑那一只是不是改那个开伤害外挂改伤害的。We have taken objective.
应该别的小队的也在讲他是外挂、欸，他们自己同队都在讲他是外挂。我靠，九万五！哎呦，外挂还输，这分数好高、啊。没有，他本来是伤害，又不是用。杰特好多，杰特抢了一堆头。靠、哦！我只拿到一个杰特，你是怎样？杰特你好凶哦。还好哎、欸，人很多，其实你。好像只能对步兵改枪，他不能对单兵改枪，不然他一枪都把单兵打爆。有一个是锁血。